今天我们讲他的卷六379页，正讲到观世音菩萨这个文殊菩萨总评25位圆通。现在总评的最后提到观音法门，说明在这个我们现实的世界里头，我们现实的世界不是大家一切啊，以修观世音菩萨的观音法门为最好啊，就是上次提到过最重要两句话，此方宗教起清净的因缘，因此才用观音菩萨的说法最好。所以说一起三目的以问中有，以问中，问就是听了啊，有耳根听问音声的法门最好。那么下面就是一个总纲总评里头，这一口在解脱两在观世音，又是音声的法门，是念观世音法门，一口解脱的做佛的目的，我们做佛的目的是在解脱一切世界生死捆绑我们啊，烦恼捆绑我们，这烦恼痛苦生死一切都是娑婆的，那么佛学的名字叫做坎坷。一个凡夫众生之所以不能自在，不能得自由，因为都是一切的缠缚。做佛的目的是解脱了一切的缠缚，解就是解开，脱就是脱离。所以离苦得乐是一切众生共有的目的，这个离苦得乐。所以离苦得解脱是做佛最好，要想离苦得解脱啊，最好的这两者是站台之子，最好的法门是观世音法门，就是等于这一页啊，379页，也就是文殊菩萨的结论。他说这个站台观音法门，下面我们原文的讲得很详细，这个变成接女士把它浓缩下来，与很沙阶等诸微尘出过，得大自在力无畏是众生，就是赞叹观世音菩萨本身修持观音法门的成就。因为他因为要说成就是从大悲心来的，大悲心我记得好像前几年佛教徒们写了很多文章结论，对西方文化来讲，爱生啊，佛教徒们呢反对爱，爱生不是大悲啊，大悲是大。那么好像两方面打比那关系打了很久啊，但是好久好多文章，所以我现在非常抱歉，各方面借来东西啊，我还不去看，每天收到要看的东西太多啊，不止佛说的呀，各方面文化的呀，乱七八糟的，非去有三。啊，没有到两分钟一车东西啊，吃满一车到好几车也有，没有时间自己看，打开打开看看，现在看要点，有时有很好的吸引了眼睛拉不开了，那就看下去。普通啊，都很多解脱，那个眼睛一看就溜过去了，毫无道理就解脱了。你看，这个很好玩，所以爱从西方。很难的西方文化来是这两个字，这个观念搞不出同意思，很难的。那西方人所讲宗教上的爱也等于慈悲，是没有错，西方文两个文化不同，表达不同。如果不拿中国文字来讲啊，就拿中国文字解释了西方文字，爱爱就是爱，爱就是我爱你，你爱我叫做爱啊。那么这个爱字这个夸大了，
这个时候儒家所讲的道理中国文化通通人们爱物，这个爱这不是家里的男女之爱，不是感情的爱。儒家道理说通通由我个人说啊，这个我们也提到过啊，称我称而及人之称，当我解决问题了，把我家里的父母兄弟姊妹儿女都解决了，然后再解决我的亲戚我的朋友，要称我称而及人之称，最有力量就是帮帮你解决你的父母你的儿女你的兄弟你的朋友，再扩大扩大，是这样的，是通通的道理。所以古人提到过这个问题，有家的人给佛家来辩论，说你们说佛啊，动不动将慈悲大慈大悲爱众生，怎么爱爱众生，那我们儒家呢，通通人们爱物，我先爱我自己的人，有力量多余的爱其他的人，你动不动爱大千三千四千众生做不到啊，吃大牛啊。他说比方，他说孔子和释迦牟尼佛两个人驾着火车，两个人妈妈都直掉到河里去了，请问他说你佛家的他先跳下去救自己的妈妈还是先救孔子的妈妈？如果他说先救自己妈妈跳飞上来了，再跳下去救孔子的妈妈，你不平等吗？我的妈妈你的妈妈众生平等啊，为什么要分别啊？那假设我们儒家的老师不开气，两个看到你的妈妈跟我妈妈都掉到河里去，当然我跳下去接救我的妈妈，然后再跳下去救你的妈妈，那是很自然的，通通嘛，称我称而及人之称，老我老而及人之老，幼我幼而及人之幼，那你们人正式来一个大慈大悲，只需要武功两个妈妈一起来啊，那怎么办？那普通我没有武功啊。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我也是把古人的这个道理啊转述给大家听，不过我们要做结论啊，你也说了自己是做结论。这是儒家的道理，通通是这样。通通以后啊，通通是这个圈子慢慢的放，人们人们就普爱大家。普爱人类还不够，还要爱物，一切生物都要，对人类都要爱。说爱物等于就是佛家的爱，不众生不等于众生的一个简称，这是我家的道理，通通人们爱物啊。现在几家四口请天下一个圈圈慢慢慢慢放大，佛家的慈悲那些东那个爱物，这个爱不是一样吗？也是一样，这个爱就不能就下你的家，所以老师在那个文字上啊打圈圈写了许多文章，我觉得很好玩，不过印刷发达了市场了，台湾也满足到了，那么多纸不浪费啊，也就够啊，所以都写的东西印刷的东西也蛮好，那人家要工作不做，所以说真正的道理不要在这里中争辩。那么回下来讲到观世音菩萨以大慈大悲愿意出因之成就是大慈大悲，自利利他，普度一切众生。这个上面是四种是无畏功德，我们已经讨论过，它就包括了十四个范围。施无畏，布施给一切众生帮忙人啊，无畏没有什么恐惧，都能够在解脱在安乐。那么现在文殊菩萨在这里总结了上面的话，他观世音菩萨也业力在恒河沙中的接受里头，恒河沙就是个代号，这个恒河太大了，印度的这条大河跟中国大陆的那条黄河太长太大，我们拿台湾的像大渡河里头啊不少沙子，谁能说得清楚？一颗沙子等于一个接受，就是等于一万年，等于一亿年啊！恒河里头有多少沙？一颗沙子等于一万年，
啊，多少多少万年，就是没有见证的时间，他没有疲劳，没有退会，都以大悲心来受度众生。那么归纳起来用中文啊，就是很难带了。带一个文字，它加上没有数量代号的这个文字，变成中文简单的五个字。你看，这就是中国文字的简化，一横和一横杀，或者知道知道横和杀，一讲在那，接着接着是接受，无量事来，无量寿以来，如围城破土，围城也是代表啊，横杀也代表无穷尽的时间时代，如围城出国是代表空间。一颗灰尘是个人，等于一个国家、一个土地、一个世界，四个人有多少灰尘说不清。因此说，四个人有多少星球世界也说不清。第二句话代表无尽的空间，说观世音菩萨与恒沙接种，说围城佛国，正如一切世界、一切佛的在大智之外立。他是离境的了，他自由自在，是观自在。这个自在，观世音也就是观自在。观自在，我们大家都晓得，念在般若经里头啊，尤其在中国最流行的，在东方，日本也好，韩国也好，那就是从中国佛教文化过去的这个心经，26个字的心经，如果加上摩诃两个字，262加上摩诃马哈两个字，这个真正开始是观自在菩萨，是观。不过这个名号等他修持，是修观音法门成就了，在大自在。不过我们要注意啊，自在在经文里头这样常常以自由合起来用，自由自在。我们讲它，那么真正的意义不是口头所讲的自由自在，自在就是成佛的话，大彻大悟了，知道我生命的本来是什么，我已经找到了我，找到了我自己，啊，自在。这观世音菩萨在大自在力，无外是众生，一切众生。是大慈大悲力量的加力，使你生命活到永远无所畏惧。这也是文殊菩萨特别推荐赞扬观音菩萨的法门。下面又在讲妙音、观世音、海音、海潮音，注释是安宁，出世和常住。观音，我们晓得。听且应声而柔道，那么上面文殊菩萨提出了此方真教去清净的应问，在应声上。其实我们是一个例子啊，我们这个世界上生来的小孩，他是眼睛没有张开的，小孩眼睛未有光，所以我们打坐的时候那个婴儿状态啊，默默喊光。喊一个眼睛也不是像一个，你写不写啊？默默喊光啊，默默啊，默默呀，这个婴儿状态啊，这个喊这个光，整个眼睛张开，也不是闭拢那个婴儿，有一点，这个是我妈妈大概都知道啊，至少当过姐姐也抱过，也看见婴儿都在啊。但是他这个感觉声音，你给他讲声音，他当然没有分别，不晓得你讲什么话，用声音逗他就会知道啊。所以要改这个时代，释放宗教清净的英文，所以这么做拿物理来研究，我们都晓得这个物理的啊，清净的光以后光来得快，这个东西打破了以后，光切动，因后来拆解了，光是最快的。
但是今天的科学自然科学讲到这个位置了，科学你不要明天搞几点，明天后天明年后年也许出来一个发现，人生有的是光以前，那就糟糕了。科学还在研究中，还没有定论。那么以佛法的看来，生光同时的，那这个问题啊，再等到将来科学去求证啊，至少啊，生与光差不多。可是我们拿现有的生命的来讲，这个是叫一切众生生命。第一个先开口说话，先发音声，所以婴儿什么都不懂，也不会叫爸爸啊啊啊，所以就你的音声的，这个是个啊，这个开口音是阿弥陀佛那个啊，不是阿弥陀佛，阿不同啊，阿是后面的音，啊开口音，第一个是那个四个人生物任意都开啊，阿妈阿爸啊。这个世界上开始就叫啊，所以和宗教讲一样，基督教祷告完了阿门，哎，都是有关系。这个咒语的音声，开口音都是啊，声声不语的音声都是阿弥陀佛，啊，啊阿门，啊，那么这个很多了。你看念咒，世界上很多宗教咒语里头祷告里头，都离不开阿字的声音，啊。所以人的这个受苦者呢，痛苦的，哎呦，啊，还是啊，你看第一个声音是啊，那就是这个啊的音声啊，那这个开口音，开口音声法上面好像放射，声声不一，这人类众生开口的音声，啊，都是从阿兹门开发。这个要念着梵文，念着一些密教的咒语啊，问题就很多了啊。但是一些音声里头啊有差别啊，这个声音发现了以后，有阿字门会产生了很多，大致上都是开口音开始。所以这个世界上，我们利用这个音声而入道。文殊菩萨再三赞叹音声的重要。如果诸位，我们也提到过，要说道家的或者懂得医学的啊，音声是很重要。音声发于这个耳根啊，你的耳根，所以老年上啊耳朵很聋了。那么我们普通旧的医学来讲，为什么老年眼睛花了耳朵聋了？肾气虚了，命门的事啊，是命门的正气虚了。可是要有一个道理啊，老年如果在耳朵聋了，长寿之症，快活得长，聋耳朵了。当然，聋了耳朵，我想用在长寿啊，那个计划早听一点多好呢，啊，就少想一下嘛。但是这个耳朵的道理是什么？耳通气海，所以耳朵啊，通气海，元气。功能关系很大啊，是耳通气海啊，心目相连，眼睛目是心眼的相连，所以不管是佛学佛法、道家、解教、密宗、修道、打坐，是垂帘，垂帘把眼睛啊在寒光默默中散开半闭啊，暂停，不论乱听外面的声音。反问问自性观音的法门啊，这个是非常重要。那么如果这样用这个法门以来，世界上没有坏的音声，最坏的都还是妙音。这个妙音并不是讲那个唱歌唱得好啊，什么声音很快乐叫妙音，难听叫哎呦也是妙音，哭起来也是妙音啊。叫出来也是妙音，那么这个妙音就不是这个意思，这是讲什么？声音是很玄妙一个东西，它有无比的功效啊！所以这个世界上，你看普通人类这个音药非常能够感人。那现在医学上也了解，音药可以治病，音药可以治病，有些病啊，
让他在十方正来开始念咒，有某一种病可以治好一种，拿阴药来治。那么其他方面，你可以说也有气功念咒法，用阴药来治病，一种救你的阴身可以治病，这是练气的道理啊。原来我们晓得阴药的感应很大，动物现在晓得，很多动物都懂得，都喜欢阴药，牛啊、猪啊、鸟啊，现在这里都了解了，很多的植物阴药感应很快啊，很多的植物也科学家也在试验啊，这个种这个花，这个植物，这棵树种在那里，天天他某一个阴药放在他身，这个树长得特别好，他不停啊也害了三四病，也很愁闷，那个树叶都马上萎缩，哎，把阴药放给他一听，哎，他就展开了，那我们也可以说，真不是这个植物有耳朵啊，啊，可是这也是观音法门，它阴部的干扰，这个自然界的这个气流的干扰啊，使这些植物啊，啊，这个生命也受了一种电波的干扰，也可以那么解释。不过这是科学家都在拿来制作解释，究竟是什么？这个阴身的作用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功劳？这阴身也可以杀人，也可以吓死人，也可以救人，啊，这个妙用。这妙音观世音，这个妙音从哪里？现在我们推开菩萨的门，观察世界上一切的音声。这个音声是这种道理呢，我们还没有搞清楚啊。今天科学还在未定之间，不能说出结论的，还正在念着。这个音声妙音之妙，这妙音在哪里？观察世界的音声，然后你把两句文字真文连起来，就看见它。出生的文字非常妙，妙音观世音，这个法门最妙，音声就在世间。那些音声呢？譬如说，梵音、海潮音啊，梵音这个梵字在中文啊，代表清净为之梵，清净的意思。那么另一个意念，在南北朝、唐朝以前，把天竺。这现在叫做印度，天主的代一个名代号一个字叫做梵啊，这出生都称为梵甲，出生称为梵甲啊，就是旁啊，出生的书啊，然后出生普通称为梵文。不过这一点我们要了解，梵文是印度的文字的一种，印度要指的为四五十种文字。在现在还是一样啊，不过现在都改用英文了，可是他本土的文字有些还保留了几十种啊。那么最初是梵文，梵文我们唐代的翻译的经典是不是全部是梵文的翻译还是问题，这个是梵字第二个意义啊。第三个意义，梵代表梵切，那就是佛教分这个切人人与天的关系，一在天，七在天，五十在天。像我们一切众生人类的一在中，就是太阳、月亮啊，甚至于说四大天王，我们讲这是天人，还是一在中，玉皇大帝都是一在天中。一在天，当然比我们人了不起，是有些神仙，有些神仙。啊，不是全部，还有一在全中。那所以我们看中国古代的神仙的传记，很多神仙还有婚嫁，也有婚姻的事情啊。神仙的恋爱是很有名的，在中国的恋爱史上、文史上，很多是神仙的恋爱。那、啊、但是你既然当了神仙，还有爱情。还有婚姻，还有相思，这个妙不可言的啊，这妙不可酱油啊，这是妙不可言的啊。那么这个没有稀奇，因为有一部分的神仙，欲界中还有欲，过了欲界，超过色界中，那就不同了，色界中清净，所以色界天人中间的天人叫做梵切，那。
却在天最高层的天柱大梵天，天柱就是大自在天，大自在天的天柱就是观世音菩萨化身啊，是那是好，这样一来啊，给西方宗教搭上关系了，挂钩上了啊，西方宗教挂了钩了，这不叫啊，是大梵天主出来的，一身白衣服，都是白的，一切都是白，白冠、白衣服，这就等于某一个教出来都是白衣服噻。哈、啊，那么印度的婆罗门也好啊，天主教到了最高的阶段，就是白衣圣母，那、啊、大梵天的天人都是穿白的啊，说白，白日也代表梵天。梵天的境界就很高了，因此我们了解了中国字这个梵字在佛教里头要这样许多层的意义。现在是楞严经所讲的梵音，这种代表什么？是代表一种高远、清净、清雅、不可思议的音声，这是梵音。那我们明白的，再做一个比方，应用别的，就是等于大家如果念过中国的庄子啊，庄子所谓讲天籁之音，就等于有一些阶段嘛，反音，天籁之音啊，庄子所谓几个音声三种，天籁、地籁、人籁，人籁就是我们这个最好的美妙的歌曲。最了不起也不过人来的音声，那是地来的人来高明，是天来之音呢、啊，那就非常美妙。我也常常说，世界上有没有很奇怪？现在科学证明是说，像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一般不晓得了，最大的音声啊，反正我们耳朵听不见，我们这个人的耳朵听不见。可是如果讲那个声音那种大的，就是最远最大的任何系统的音声，现在是科学证明任何系统有音声，一切都还是好。所以我们有时候无线电波啊受这个干扰啊，受这个干扰讲不出来，不要拿人来外太空有这个音声，现在我们也可以收得到，分辨不出来它属于什么东西，那么太空科学家进来研究，经常给他们那个通信啊，不晓得他那个电波的信号，也是他们也不懂我们的信号啊。这些音声啊，在那个时候听到我们人，如果不用科学仪器告诉大家有经验，一个经验啊，就是一个人到了高山绝顶，最高的离开黑白海拔最高的高山，又是在大陆上，在西康，在西藏，在西北那个高原，到了冬天万晒冰雪，那真是万籁无声。那个时候你如果还听不见，假设在那个时候入定打坐听见了，那就发现这个太空中啊还有非常清雅的音声。因为那种气候啊，那种这个高山顶上，像我个人就有这个经验，实在讲不出来。那个时候那种山顶呢，不要说人看不到一个，鬼也看不到半个啊，那真是一点声音都没有。可是当你一静定下来，哈，那个声音讲不出来是美，可是不是像我们那么唱歌那么扭出来的音声啊，也没有，越听越清净。可是总而言之，同而言之，讲不出来就讲不出来了，哈，叫做不可说，不可说啊，那就是没有办法形容啊，哈，这深深知道反应清净啊，也懂到了庄子所讲天籁之音，无比的美妙。所以你们不要去妄想了，只要可以要有很大的福报，一辈子你们可以享受人间的红福，没有办法享受这些清福啊，清福跟红福还要能享受 而且要这个本事，不然到那个高山绝顶啊，又就是冬天啊，冰雪封山，一个鬼影都看不到，你会记住。
走晕了，坑了，扔到了。你们现在都想哎呀，修道啊，出家到山上住住，真到了山上一个鬼影都看不到，就走了以后，空谷走晕，听到那个空空的有人走路的声音，那个皮还打到那个石头，砰一声，嚯，你住在那里，不晓得是高兴，总是有个人来了，他就会找这个正在。是庄子讲的，一点没有错。再问空谷走晕，坑啊，不是人坑，恐怖那个坑，你下面一个虫子，空难而起，在空难而起啊，那这个就会打这个正根。这时候陈大人叫众人一声，哈呀，都欢喜啊，人会到那个精神，是吧？这个作为反应的道理，我们先引出来啊。这四个呢，观音菩萨应身，所修观音法门，真要清净反应。海潮音是很伟大，海潮的音声很伟大。海潮音声啊，那个诸位可以在航海走了的，或者在海边，在没有地方听，跑到耶鲁啊，跑到这样海中啊，你看那个海潮打来岩石旁边，那轰轰，那个声音很雄伟哦，啊，只不过呢，在那种地方。坐下来一打坐，你开始就打很吵，啊，慢慢就打很可爱那种声音，慢慢，哎，你自然跟那个声音融化，声音会平静下来。是海潮音，海潮音也在，知道了，非常有力的，非常弥漫的，非常伟大的，丹田说法的这种声音，啊，是反映海潮音。是妙音观世音连下来的啊，音声很微妙，这个微妙音声啊，向哪里找，不要加稀奇，不要玄妙去找，你只要加四个的音声很平凡的地方去找，那慢慢会发现一切声音都是白音一样清净，是海潮音那么大声的威力的音声，就是是安宁，一切音声可以说就是很安宁啊。好的歌曲，好的音乐家啊，是会使你心境很安详的。所以念观音名号要念到正的好，是统统使你平安。同时以音声法门来说，例如说像白音、海潮音、就观世音这个路线或常住，也是你带到常住是带到什么自信，我们生命的本来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是为常住。那当然，那么后来佛教呢，拿妙字的代号也叫做常住啊。那么出家人说：“哎，你到那，我回我在常住去啊。”那就是说常常住在那个庙子里头意思啊，也可以用。但是佛法真的说讲常住啊，啊，就是真如自性，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自性本来没有生灭，没有变化，常住。所以人生觉醒以后呢，就见正的真如常住的法门，这个出离世界，跳出这个世界，所以出世和常住，这是赞叹观音法门的重要。把我见其如来，就观音所说，譬如人正居，十方居住，结果此处于是问，此在远生。现在王叔平菩萨的评论说，二十五圆通所代表二十五种法门，每个法门都很好，都可以做功夫修行而成佛。但是在王叔菩萨的总结论中检讨，
这个里头25种方法里头最好还是观世音法门最好。那么它上面有不同的评论，现在在浓缩来讲，当我跟其如来代表王师菩萨的口头报告，看我现在去下佛向你老人家报告，据观音所说和观世音菩萨的法门啊是最好，它是等于观世音菩萨自己报告过的。为什么说这个音声修道很好呢？它其实我们用眼睛来内观反观啊，叫内观的法门。你要说内观是佛学的名字，叫反观啊，反观啊，也叫观照。那么中国文化佛教佛法没有进入中国以前，中国文化有没有有这个法尊，有没有这种文化的清楚有啊？在中国的战国，春秋战国到秦汉以前，修道家也有这个叫什么内室，内室就是反观啊，向里面看，不像我们眼睛向外看啊，内室法门是反照内观。所以啊，古代的中国道家是长生不老之道，有个名称，你们要注意，你懂了以后就晓得观音法门那么伟大。中国道家叫长生久世之道，长生久世。那么长生久世四个字啊，这个是用这些名称的时候，佛教并没有进入中国，佛法没有来。所以大家要想修到长生，不是第一个要练到长生久世。什么叫久世？这个问题啊，我们这样的眼睛都是向前面看，向外面看，闭起来呢，闭起来不是死掉就是睡着了，不会看了。但是这个眼睛永远正视，是长照而不昧，就表示没有死。所以人要死的时候，两个眼睛在下面就挂下了，看不见了，就这个样子，那眼光落地就掉下了，眼光上啊，眼光二是向地下走，在下面沉下去啊，眼光落地就是说人要死了，在中国古代文化中，魂牌涣散，这个魂跟牌了分开，牌就是这个精神衰败，那个灵魂离开身体，那眼光就落地，是长生救世之道，内世之道，永远是清净啊，那么就是可以再长寿。长寿是生命精气神的问题，这是顺便带到这佛法没有来，关于观音法门有没有？那本来也有，不过因佛法来了以后，更清净、更简啊，更简化那个原则，修观音法门。那个修观自在法门，就是跟长生救世之道一样，修观音法门。这叫反听练气的功夫是一样。那么这样想呢，我们晓得呀，所谓东方两大古国4000年的文化，它最高貌妙的东西啊，都是合一，说法表达不同，是一体。但是现在我们自己文化，大家自己也不懂了，我们懂一点点的，还告诉你们不懂的一点点啊。懂不懂之间的，赶快努力啊，要把它搞清楚。所以观音法门，观音菩萨也讲过，我们用眼睛修内视的还是有限度。那么向外看，眼睛只看前面这样，左右看不到了，后面怎么看？所以练气功修呼吸，鼻子呼吸，越来越往有生念法，各种都皮破了。它只有心念法门。譬如人静居，譬如一个人静静在一个房间，或者躺在床上睡着了，四方居其果，四方是东南西北上下六位啊，东北西北东南西南啊，这样
就是十方，十方的应声同时大合，失去意识分。我们能听的这个作用，十方的应声一下子听见了。也是因为在那里，在这里，在后面啊，还要转过去，左边、右边还要这样转头，千万不要。是观音菩萨说：“十方聚集果，十方面同时大合，失去意识分。”同时可以听到十方八面的音声，是利用这个音声修福修道成就的快，是在远真实，而哪一个现实的精神告诉你证明，说音声法门是圆满的，圆满就是上下啊，这个上下左右前后十方八面无所不变，虽然说圆满，是在圆满，是真实。真实并不是心用真实啊，心用这个作用修法的是你真实会快。如果你要解释心用就真实的错了，绝对错了。那么要给你们修佛的本愿，专门念着佛的呢，是出家同学更要注意。平常我也跟你们讲过，根据英明的道理，生死无常，声音不是永恒。譬如我们一句话讲出了法身，讲过了以后就没有，不会永恒存在，是生死无常的。那声音不是真实，那么声音本身是无常。现在观世音菩萨为什么讲修声音法门那么好，就是说能听声音那个作用是讲那个作用，不是在于声音的本身，是讲能问的这个声音的作用，能问声音作用啊。所以这里这一句所讲的是在远真实声音是这个作用圆满真实，所以这个法门修的很容易成道，这个话很真实，就是这个道理，是在愿真实啊。那么这是赞叹观音法门的好处。下面也来个总批评啊，目非观障外，口必欲望然，声意何方知啊？声念分物聚。但拿眼睛来讲，目非观障外，那这个文字给它浓缩的啊，就变成啊古诗句。那么看中国的古诗啊，像春秋战国以前四个字一句啊，你看我们读诗经，大部分四个字就是一句，要说两个字也成一句，后来慢慢发展成五念诗。五个字一句啊，到了唐代就有七念诗，七个字一句啊，再慢慢下来呀、啊，不够了，人类这个感情思想复杂了啊，就加上有词，有长短句啊，唐代是，比如说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切切，嗯，那就有了命啊，听起来都是惨的。啊，春恋坏雨潺潺，春意阑珊啊，这些都是长短句，叫做词。再后来这个时代越复杂，词还不够，唱歌。现在歌也不够，歌也加上数白，还要说两句，唱两句还不够，现在还要加上扭起来跳，跳还不够，马上要身体还要拨掉，干干净净。啊，现在已经到了裸体文化的阶段。再进一步啊，是扒皮文化的改善，裸体完了只好扒皮了。不过不害的人类不会那么笨，慢慢会复古。就到裸体看了也没有什么好看，要加上穿衣服，一件一件慢慢又变成那么大的袖子，再好看，再好看惯了又要脱，脱完了又要脱光，光了以后又要穿，就是啊，众生自造烦恼啊。这个我们不讲了。那么现在回转来讲到。这五年的文字
目非观障外，什么叫目非观障外？眼睛不是看障碍外面的，像什么？那他中国文字，你们翻译的话看，你们各位同学把这个古文啊，目非观障，眼睛非不是看，观是看，眼睛不是看障碍外面的，是不是这样？这样叫做青蛙跳井不通。这是讲些什么？什么眼睛都是看障碍外面的，看障碍里面的，一点没有错。要个鼻头就障碍了，所以眼睛只能看障碍里面的，看障碍外面看不到了。那是这个意思。不过现在话也看就不懂了。这眼睛看观看的功能有障碍，他就看不见了。挡住受障碍，眼睛看的功能，把手一接有障碍，他就看不见了。所以眼睛功能有限度，口鼻意外的，这个嘴巴也是这样，嘴巴不开口就不会讲话了。那把嘴巴缝起来，我们经常骂人说闭起你的狗嘴，那个嘴巴一闭起来就不能出声音了，而且它有障碍，鼻子也一样，鼻子假是鼻窦炎呐，你做呼吸啊，做气功啊，什么都没有用了。这个问题，生意火方是身体的感觉要碰到了，身体要把它捏到两个手碰到就有感觉，两个手分开没有感觉，要处处啊，处处有缺点，心念分物聚。你假是说搞心里头念佛打坐想心清净，心本来乱的封闭乱追的，一个思想一个思想乱七八糟，烦恼多得很，也不能得到啊。所以最好的是观音法，在月听音响，下午耳居口闻，五根说不起，实在精通真实。只有心愿者，心愿第一，没有受障碍，在这音声也听得到，一切音声都听得见。那该远该个响声远程的对音响都知道，狭很空旷很远，狭就是远，耳就是正，狭耳居口正的声音，远的声音同时都可以听见。五根说不齐，眼耳鼻舌身，只有耳根最圆满，其他都有不对，所以眼睛没有办法给跟那个并用，那这个不能比啊，鼻子、嘴巴、身体感受，这五根里头只有耳根听声音的，是在通真实，所以用耳根眼通来说，可以通达真实本体的境界。音声性动静，问中未有无，五心毫无问，非是问五心啊。心无居无灭，心有也非生。生灭二元理，实在当真实。注意啊，观音法门来了，讲到他终身了，我们说出来。现在他上面啊，加了好多宣传品啊，广告。这个文殊菩萨是观音菩萨的推销员啊，他是做广告，广告现在卖真货来了，观音菩萨的真东西他拿出来了。他让我们用耳根听音声，受念佛法门，大家说什么再好，听那个音声啊，音声声动静，一个音声，这个声音讲话。我现在讲话就是音声，它的性质，声音的作用是一个动，只有两个现象，一个动态，一个静态，动向啊。那说话听到声音就是动向啊，听不见那个音声，那是你不讲话，我们听到没有？听到，那个是静向。是把动静声音音声的声，那我们现在文字照过来，声音的声呢，
只要两个相对的现象，一个动，一个静。问中为有，什么叫声音的动向与静向？就是在我们听声音、能听声音这个作用。当我们听见声音动的时候，这一动听到了，这叫动向。问中为有，有听到了，这是动向。那么这一胎过了以后听不见呢？普通人道听不见，听不见了，那错了，听见了，听什么？听到没有声音的这个静相，听到有，不听就是没有，没有还是有，没有这个现象叫静相。注意啊，普通人搞错了，因为哎呀都没有声音了，是人在高山中啊，在这海洋中好寂寞啊，一点声音都没有。我常常告诉你们不懂啊，在空山那个外来物中好享受，那个时候最妙的镜像。来，你慢慢在镜像，再加上自己心念静下来，享受那个镜像，哼，那个享受世界上没有办法比，讲不出来，讲不出来就讲不出来，哼，这是不可说，妙不可降有啊，那不可言呐，啊，这是妙不可言啊，这是讲不出来，来。那个镜像，所以我们注意这两句话：文殊菩萨在上观音房，人生它的性能是动是静两个现象，这是原理。那么拿到我们这个生命当中啊，就是我们这个听觉的作用，问中为有为无，动出来听到有声音，声音过了，那个镜像呈现也在生。听到五声，叫做问中为有无，五声毫无问，非是问无声。所以要这两句特别要宁静下来听啊。当你这个音声这样一猜，有动向，不猜你听听看有没有开场的声音，没有，是静向。当静下来没有声音，我们人类观念号是叫它叫做无闻，没有听见。实际上呢，非是问无声。你注意啊，他说没有听见的，没有听到声音的动向，没有听见。我那个能够听的这个自信，没有动过，就在这里。这是观音法门重点哦，注意啊，大家把耳朵摸一摸。是干净来，哼，只要听清楚，你就跟观音俩在一起了，跟观音菩萨在一起了。那再说一道啊，注意啊，不在我这里，在你们耳朵边上啊。说音声性动声，是声音本身那个性质，两大原则，一个动向，一个静向。问中有，唯有无。当我们要听这个声音的时候，那个动向来听到叫做有声，那没有响的时候听到没？听到了，这叫无声。无声的号无是我们人类观念，当声音没有了，叫做我什么都没有听见，实际上在听。那个能听的作用，那个问声不在动向，也不在静向，非是问无声。能闻的永远在这里，它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生不死的，不增不减，它就在这里。那譬如我们睡着了，还有没有听声音啊？啊，有听啊？你听什么？睡着了听到什么？睡着了什么都没有听，即使那么你是没有听，那就没有自信了。哎，起来起来！啊啊！你叫我，他就来了。可见那个能闻的在那里没有动，对不对？你要在这个地方去体会。哎，啊，都在那里，他必须问我听。心有即无灭，心有也即生。再进一步告诉你，啊，当心念这样子有，没有心念是空。心念没有了的时候，心有即无灭。
你说永远就没有了，不会啊，再看又有了。来，每一个生命都过去了，可是不断的开，不断的生，所以生命没有了，并不是断，无灭，并不是灭去。那么生命有呢？无生，既有不开就空了，是不生不灭。你要在这个地方体会，心无心，当心灵没有的时候，并不是真没有，那个能能王的还在，是心无即无灭，心有也非生，心灵有的时候，你是有心灵真没有，没有一个心灵生之无常，不能永恒存在，过了就没有，它是偶然的暂时，就梦若幻啊，心有也非生。但是我们一般人呢，反复没有修道，不从智慧从这个地方看呢，始终被这个生命有无啊困住了。所以人就是这样，哎呀，想起了当年啊，他叫我的妈呀，我现在听不见了，好可怜呐、啊！哼，他永远这个声音还在，怎么也听不见，只是你好可怜。自己不懂啊，万古长城这个自身的道理。所以但是一切凡夫众生都被生灭动个正两个骗掉，一生一灭，生命来了有叫做生，没有了叫做灭，灭就是死了，生个死了，即使不生也不死，你那个能听生灭的那个作用，它本灭而生。所以观音菩萨在自己的报告上讲，众生二相了然不生啊，他说定啊，众生二相了然不生，来有这个道理，这个叫生灭二原理。所以你念因生来的生灭的灭掉，你不管生灭的道理啊，你不管生命有跟无是两头，两头不管，我那个能闻之声没有变，是生灭两边是圆满，哎，圆满有跟无你都离开了，既不抓空，也不将抓有，都不抓，一切不自救，是在长征时，你可以悟到观音法门，你可以明心见性，这个是经常的圆满。这是一个真实的法门，那所以利用因生啊，所以说，尤其是现代人，要让就是念南无观世音菩萨，或者这个因生很美妙的当你一念出来的时候啊，那个因生啊，你一听就可以进入那个观音法门。那所以这个其他的反应海潮音过去也可以啊。就是这个，那我们常常这个佛教里头唱的啊，有些呢唱这个香赞呐 啊唱那个什么忏悔文啊唱有些很美妙的那个佛教的早晚功课里头那个那么一唱啊，那个他们叫反背啊，就是说反应的唱诵，不过现在唱诵啊是中背，不是反背啊。中国的音调古代的等于有昆曲啊，等于有这个佛门的呀、啊，不是为音调而音调的那个清净的音声，来一来了以后，心生特别宁静，就可以啊，使你慢慢懂了那个这个叫软修的法门啊，软修在和尚唱念，不像街上那个送死人的那个是唱流行功夫歌曲了，那个乱唱了啊。那真正好的这个反应，这个反常一来就很清净啊，是在长真时把这个声音过来以后，那一段很空灵的时候，你会体会到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啊，是在长真时。哎，好像你们要不要供养他们一段？你们不想那这个勇气啊，不是观音啊，
这是讲观音菩萨的法门啊。还有他继续的说，这一段很重要啊，叫我们直接进入观音法门。那么他讲因身修行的道理，众人在梦想不为不失误，主观出思维，心神不能。这是因身的道理，所谓叫上面一句啊，妙音也非常妙，玄妙。动静二相，他说的非常清楚。现在再这么多啊，众人在梦中不外不出来，不失误。我们做梦的时候也没有听到声音了。想想看，这直接打啊，啊，你们这个随便打，把它蒙到来打，哦，试试看，看不定我唱衰了，哎，等你开题，对啊，开题，真正自己，做梦的是吧？怎么样？你说看，吴老师说，那做梦的时候声音在哪？跟平常一样。就是我在梦境中，我听到我讲话，听到别人讲话，我有反应。对，我们做梦不是梦到跟人家来讲话，可就会听了，是梦中的音声，对吧？那么梦的境界是什么意识造成的？梦是独影意识造成，这个白天的思想，这个明了意识已经睡眠了。梦的境界叫独影意识，也叫独头的意识。那就是意识作用，眼睛耳朵身体没有帮忙，看看电影看电视一个一个出来，在梦中也听人家讲，人家告诉你，哎呀你的妈妈生病了，自己听，哎呀急死了，哭起来了，哭着也听到声音了，自己也会问啊，其实啊你知道吧，先告诉我啊，哎，就会想着梦中好像有用，不过省了自己呢，那是意识整个都用意识的因素啊，是梦中也有音声，所以梦中有时候就梦到水啊，江大水也听到，哇，人那个水来吓死你，意识境界也有音声，这意识境界里头也有水也有声，也有梦到香味，也有香臭，这意识境界啊，六层的现象，外在物理世界的六层现象，在精神世界里它都实在的。所以心我是一个东西，心为一人。所以往师父上在这里讲，这里跟我们要体会了啊，要给你们讲修为的，讲修持做功夫做观音法门的，要体会这一段梦中的音声。所以往师父菩萨说，众人在梦想，就是梦就是想，想就是梦。我们白天的梦啊，是开到眼睛在做啊，开到眼睛在做，开到眼睛的思想叫做白天，闭到眼睛的思想叫做夜里的梦，是梦即是想，想即是梦啊。众生自己认不到，因为自己现在很清楚，我没有做梦，你在传错了啊。是众人在梦想，不为不失误啊，在梦中要想一切无所作为，一切也没有思想的，你认为没有吗？还没有，应声作用，主观出思维，心生不能及，是应声作用的美妙。能足感足能观，眼睛能观，那是靠思想来的，这个音声的作用也离不开思想，第六意思，这个分别作用，分别习气作用，但是它也能够永远留在，即使在梦中也有，所以死后自己变成灵魂，对中央的手，那么自己这个身体死后一离开这个肉体了，我们中国人两句老话啊，生不认魂，死不认识，
坚持了自己认不到这个实体的，不晓得这个什么东西啊。假设认得这是我的肉体，是我住的房子，又钻进来了，又活下来了，是身不认魂，听到自己的灵魂是什么认不得，死不认尸啊，啊，但是人们认尸就不叫死人，就会活下来了，就会复活了，这个东西是这样，那、啊。那么那个星星人死了以后，这个灵魂里的去过可是六层还是一样，那么你的亲人在旁边，哎呀大哭大闹大叫你都听见也看见，不过你叫你不要哭了，我已经死了算了，他我们听不见了，两个电感不同、他尽管拉我们也没有感觉了，我们摸他那个尸体，你不要走，他那个灵魂没有感觉，这两层世界分开了，阴阳电感分开了。这个电感不是现在电力公司的电哦，就是借用这个名称，不要听到一个电子马上去在电灯上去叫灵魂了，那就糟糕了。哼，是借用这个电子这个名称来讲。那所谓主观能走能观测思维。这个阴身的作用，身心两用，因为身体是主观，身体是感觉，心是观思想，所以这个阴身的作用，观音法门离开身心以外，也就在身心以内。不过呢，不是普通一般把身心看得那么贵重。就会到达修道，所以阴身法门、观音法门之玄妙之高，量在观世音啊，是妙音观世音，身心是不能及的。那今次娑婆在，这个不要念沙子啊，这个就规规矩矩叫白语音呐，反音来念娑婆在，今次娑婆娑婆国新来。在玄冥众生你本文众生各六转，那么再次讲四句开始啊。娑婆世界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叫娑婆，娑婆的意思啊不是婆娑，我们在唐以后有一个文学句子也经常用的啊，譬如我们形容瑞也婆娑，那是这两个字翻转来用，那不是讲娑婆，那是形容那个哭了以后那个眼睛挂在脸上看东西啊迷迷糊糊不大清楚，叫泪眼婆娑啊，不是泪眼婆娑，泪眼婆娑啊，但是婆娑的意思等娑婆完全是两回事。那么娑婆呢是名词，佛经翻译我们这个世界叫娑婆世界，娑婆的意念中文两个字就是堪忍，我们讲过很多道理，再提大家注意啊，能够忍堪忍翻成现在白话文就能够忍受，因为这个世界很多的苦难，很多的痛苦，很多的缺点，可是我们这个世界众生啊非常有勇气，对这个缺点的世界、缺陷的世界，还能忍受活下去，连诸佛菩萨都是赞叹这个世界上众生了不起。那所以叫娑婆世界，这个娑婆世界，换句话说，要缺陷、不美满，人人无法平等，人人很多烦恼痛苦，可人人能够忍受活下去，所以叫。娑婆堪忍世界，那么往娑婆来说，今次娑婆国，看我们现在生在这个娑婆世界，新任的宣论，你看最高的所有的教育就靠阴身来说法，那佛母师啊、神父啊、法师啊、传道都靠阴身来宣布，老师、教师啊，一切传播的东西。都靠阴身来传，是心论、心灵，
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是我们这个世界。你要晓得其他，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有些生物不靠声音了，靠感受得来的啊，还有些生物不靠感觉，也不靠声音，眼睛看眼睛就知道了啊，两个留了眼观，留了眼睛的眼睛，他意思就懂了。不过大体上讲，这个世界上生物靠音声，声论得宣论，尤其教育方面、宗教方面，一定要靠讲说，靠这个音声表达，通过音声在懂达那个道理，明白了道得宣论。众生你本文顺修，从身故流转，凡是有一个道理哦。这个世界上最里边最聪明，所以我们中国人讲聪明两个字，聪耳聪，是聪从耳朵吧，明眼睛明，在眼睛里头还要头脑那个聪啊，那个聪字啊，聪明那个聪啊，是头脑，把耳朵旁边把它擦掉那个啊，把下面心字拿掉那个聪，所以什么就是头脑。那个婴儿在刚生下来头顶上蹦蹦跳，那个地方就叫聪明，头脑好。所以中国是这个聪字，从耳朵、从脑筋、从心里三个字合拢来叫聪明呢啊，眼睛跟月亮一样发光叫明啊。所以中国字很好玩的，所以中国字都是图案化啊。什么叫聪明？有耳朵，有个话在头脑，还有个心。这个人聪明，这个家伙没在心，没在头脑，没在耳朵，笨的不聪嘛，那就不聪了。聪还要头脑开通啊，上下跟天地通，这叫聪明啊。聪明这样了，可众生呢？这个世界上众生很聪明。至少的耳朵去听声音，吸收一切知识，吸收道理，眼睛看东西，吸收一切你本文，那个耳朵听声音是听到声音的动向，把人家讲话那个动向吸收了，变成自己的知识，变成意识的分别，他忘记了你那个能听声音东西啊，那个是道，那个他没有管，不晓得啊，我听了是什么，听了什么，你什么能够听的，刚才讲动静二相了然不生，那个是本文自信。可是这个世界上呢，众生啊声音最重要，而众生啊你那本文本来自己能听的那个自信不管从声过流转，因此啊是跟到外面的声音啊在轮回里头打滚，生死海中打滚流转，从那个大的洪流在转动，自己就不拉嘴住了。所以听了人家讲，哎呀，我听了他的话，我气死了。那个话早过去了，你气个什么？但是非气不可，因为我们顺心的流转，跟到他那个话走，啊，跟到动静现象来走，没有回转来找能听的本文之事。所以文殊菩萨批评安娜，安娜是佛的大弟子嘞，多闻第一要，即胜自强啊，是过目不忘，过耳不忘，佛说的任何一句话，什么地点说都晓得。我们现在记下来手边整点，都靠他的脑子记下来，回忆录，是他回忆佛说的话记下来，所有经典，所以他的头脑多闻。可文殊菩萨在这里批评他。阿难总呛记不免落血丝，岂非谁所能悬流和无往啊。他阿难三米，他今天碰的是给一个牡丹前女，给这位小姐，你妈妈小姐没有迷住他，提了两声，小姐没有迷住他，迷住法子，小姐没有办法了，爱他非要他不可，跑来叫妈妈，妈妈会一个写法，会念咒子，妈妈用咒子把他迷住了，上面这个原告在这里不要搞错了，
结果说母登前女迷住了阿难，那得冤枉呢。母登前女也没有迷他，阿难也没有救迷。哎，问题是母登前女的妈妈会法术，念那个咒子，把阿难又给封了，就弄进去了。哎，弄进去了，文殊菩萨扶着念个咒子，叫文殊菩萨来救出来。不过文殊菩萨不告诉文殊菩萨什么咒子呢？你们注意，你说楞严咒真的？你翻开上面看，口子说宣说神咒，没有讲说楞严咒啊。他问题在就是，究竟念的哪一个咒？大悲咒啊，楞严咒啊，准提咒啊，什么咒？还是你咒我咒啊？还是咒死你的咒呢？这是个问题，这里头个对立是吧？所以说楞严咒附在后面再讲出来。对不对？所以当时叫文殊去救的。所以文殊菩萨在这里重提这个事，因为我们讲了很久了，在当时是半天中间过把两个钟头讨论了那么多啊，就现在我们也不争了。所以他批评阿难，他像阿难像你一样脑筋子好，所谓中国文字四个字，不强记啊，不念强啊，强，勉强的强，啊，不听的很多，书看的很多，记忆力特别强，啊，就要受过训练，啊，他们你们不知道，这个像我们现在是年纪大了，我到现在还不承认，绝不承认是年纪大了，记忆力差了，至少在我今天我不承认，明天不知道，因为你们不肯用心。而且我发现年纪大了，为什么记忆力差了？是脑筋复杂了，心思复杂了，不干净了。假使脑筋干净，记忆力一样。而且人不是任何他记住，就记住要强记。哎，你说十遍我背不来，我背一千遍就把它背来，他要把它记住不可。这几句话记住，记住了就好啊。上课的时候就随便乱讲，就可以写出来了。你不记住哪个？和笔记本来翻都难过啊，啊，那么学问不能在笔记上，应该在自己脑子，这个脑子叫强记，叫波问强记，渊博，知道的多，知道都记不住也没有用，还要记住。你要晓得波问强记也是定力之一种啊，没有定力你就不会强记了。众生在以亡啊，亡即就是昏沉了啊，不闻容易起散乱了啊，这个里头就是功夫啊，不是渊博而不散乱，万犯归一啊，强即啊，绝不昏沉也不散乱，才能做到不闻强即真正的定啊，那么才能够将来会收到宿命通啊，宿命通靠不问强记，我前生做什么，我前生对过狗，我前生做过神，我前生做过什么，你不强记的推测你会知道阿拉雅斯的种子发不起来。所以你们注意啊，你们听了课马上忘了啊，背不来丢了，那收到几声去啊，永远收不好的。那所以要聪明，要自立，要定力。但是阿难在这里吃别了，过后你家就文殊菩萨就教训他，说阿难像你这样重是假事，好得很，详细记住不免落血事，他你没有真正对道的修定，没有做功夫，所以变成世间的修问，世间的修问在佛学叫世智变聪，世间的知识啊，聪明思想的逻辑上的变变小聪明，那四字变聪小聪明，佛就骂这个四字变聪是没有用啊，世界的事啊，这个变不是念字，中间一点一飘啊，变变的变分，哎，这个就那个他的四字变聪啊，变变包括了年龄的说话，这逻辑的意思，聪明。那么我们
中国这个圣人怎么骂，中国圣人也骂他，按照他们刷的人就会骂孔子。孔子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不能说他没有才呀、啊。像你们也会啊、这些同学们也会写文章，也会读书，也会讲说书，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君子之大道的大手中用上，无始也，无为也。啊，既然不动，改而是通，那个君子之大道是一样的。东方圣人、西方圣人都是一样的，那是写实的道理，就是这样啊。这个所以文殊菩萨骂阿难啊，阿难中强记不灭若写实，他说你走了歪路。所以啊，一个人有学问，有知识越高，学问越深，没有证得大道菩提以前呢，凡是个障碍，修道是个障碍，在佛学里头叫做什么？不能成佛，两个障碍，一个障碍叫烦恼障。知识分子很不容易，书读多了，知识越懂多了，方法越学多了，越不能成道，那叫所知障。你懂得越多，障碍越大。那刚刚做一点功夫，哎呀，这个大概是什么？下一步我已经知道了。你知道有什么用？功夫没有到，所知障。那有这个道理，所以这些都是写实。他就骂他阿难若行，岂非谁所能玄流何无往？所以呀、啊，他说你等于啊，靠耳朵听进来的记道，记道就要用到了。你道理学会了，听得记道，你功夫不求精，用不到，因此碰到这件事你就吃亏了。谁说了跟到就是堕落，越懂得多，堕落越多，背的包袱越大，你丢不掉，放不下，不能成道。玄流何无往？你跟到这个阴身之流在旋转滚了，是红尘滚滚滚滚红尘滚下去了，可无啊。哎，文殊菩萨替阿难辩护，他阿难今天的遭遇跟某灯前女跟这位小姐骗了，阿难本没有犯罪哦，叫做无妄之灾。无妄之灾是以经上的话啊，就是刚才无妄下面还有两个字，已经有个卦名叫无妄，天来无妄，无妄之灾，他冤枉阿难，今天真冤枉，所以他你会出来这个冤枉官司啊啊！但是你说阿难没有被迷住吗？也有被迷住啊，因为阿难很好色，他看到目当前你不错，都看了一眼，所以佛晓得他毛病，他你为什么出家？他姑姑啊，我看你很庄严。当年好听啊，你长得好漂亮。佛就说一声，这个心目未就啊，你这个动机来求家有问题。因此一路下来就是冷你，一路就冷到现在啊，我们再冷一下。